第十二题，呈上题，丁丁与当当的加速度之比何者正确？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的用数字带进去求出加速度而得到加速度比，或者纯粹由数学来看，公式是 F 等于 ma， 那么两个受力是一样的，就表示质量跟加速度成反比，所以我们的质量是80公斤跟50公斤，所以反比就是80分之一比上50分之一，也就是呢5:8。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丁丁与当当的加速度之比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5:8。